要现在是问我说用爱花店呢、啊，看怎么花，爱不下去不是不爱。全岛跳电就是，哎，啊，什么时候来电？对，啊，这边大概什么时候停的？对，刚刚几点？20分钟吧，有差不多12点前那边。嗯，对，12点前那边。现在还有客人就对了。对，楼上还有客人。啊，楼上冷气应该也都停了，都没有电了。嗯，都跳掉了。对，全岛全基本都停。对，全基本停。哎呀，外面店家也都是。他们有说是出什么问题吗？不晓得哎。不清楚，就是电力不够的，全岛跳电啊，这边有被影响到？有，当然有影响啦，嗯，每一家门都有影响。啊，有说是为什么这边全部跳掉吗？应该是用电过剩，用电过量吧。嗯，啊，就这边做生意有被影响到？啊，当然有啊，不能做生意啊，生意不好做，生意不能做不下去啊，刷卡机也没办法刷卡、啊，对不对？都被影响到。那个，反正没有电子，很多东西都电。电子用品三 C 的都没办法作业啊，这个要现在这个政府说用爱花电呢、啊，看怎么花，爱不下去不是不爱。